这场比赛眼看就快输，场内不在乎，场外都快哭，场上忘记，场下没放弃，场下是教练在垂头丧气，他穿上球衣想发挥，球技但还被球尽快结束的球技，眼神依旧燃烧像火焰，他热身后蓄势待发像火箭，板的是冷，他的心脏是热，等一个机会像魅力四射，他等待在等待，他忍耐在忍耐，想起跟女孩约定夏天最后一场球赛，等啊等他等，忍啊忍他忍，等啊等他忍啊忍他等啊等，坐在那板凳，等啊等他等等，忍啊忍他忍忍，等啊等他忍啊忍他等啊等，坐在那板凳。画面倒带到每次练球，学长练投球，他练捡球。每次练完球留下练罚球，反正他是板凳负责还球，汗水阻挡他瞄篮的视线，上篮没放枪也陪队友跑四线，他脚上穿的是篮球平底鞋，还是快乐，他活在篮球的世界，不是非人，他更不像是黑人，努力想表现但先发总是别人，或许他的膝盖里面没有装弹簧，他说跳跃十万次他也能摸到篮筐，等啊等他等，忍啊忍他忍，等啊等他忍啊忍他等啊等，坐在那板凳，忍啊等他等等，忍啊忍他忍忍，等啊等他忍啊忍他等啊等，坐在那板凳。他不想再提水帮学长拉拉背，他不甘心喊防守当场边拉拉队，时间一分一秒接近垃圾时间，板凳准备出清他的梦想快实现，回到积分板时见面太晚，三分球没投进没有人抢篮板，球衣扎进球裤，他抛下所有战术，仔细的女孩的鼓励是他最大的赞助，等啊等他等